没有啊，晚上。喝一点。喝的什么呀？一杯啤酒。你现在属于饮酒驾驶状态，知道吧？你对自己有什么说的嘞？自己今年是本命年吧。嗯。反正事情发生了以后，肯定会注意的。你觉得与这个有关系吗？就是俗话说，难逃一劫吧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